了，想想两只大只先处理一只也可以，凑一色啊，他会不会想要做凑一色？哦，我看是有，因为他如果能够摸到七条、啊，我觉得他会打了啦，一定打的凑一色，一碰听。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一碰听七条中洞？嗯，而且这南风待会美如他的个性应该就马上打出来。七条还有三张呢，蛮多的。会不会摸七条？七条的话，刚好加数一。嗯，是。南风进了一张漂亮的中洞，二比零。OK， 戳中再爽一次。几条？哦，不是。一饼，哇！打了一砍 C 风、啊，今天上一把打是也是这样。他如果 C 风跟他有缘，那他就要打 C 风啊，嗯、啊打南风啊。哦，碰到了，听白，七条还两张，七条两张，而且带转了，他这可以转成、啊、小螺丝打出来，再碰，再碰啊，打六条，听七八条，哦，多了一个八条的机会。对，八条是还有一张啊。七条两张，八条一张，三张牌。啊？哎、欸、啊，选择听三六条、啊。三六条。OK。三六条的话，目前看起来三条是只剩一张了。各一啊，各一啊，都各一。啊，你啊，够疼掉，有够疼掉。不过不碰摸不到了，摸不到。对，心里呕了一下。因为我自己听三六条，我拿了三张啊。嗯。那他如果听七八条，他自己手上只有一张八条、啊，没错。所以看不到的视角来说，当然听小螺丝会比三六条多啊。没错，因为螺丝一定会先听螺丝。是啊，在不考虑放枪的几率。而且重点是他的六九条拿了 full house， 、哦、所以七条就拍戏尾。对，那是因为刚好这一把他们拿的对对。嗯，所以人家对七条的需求会大大的降低啦，很容易被打出来。因为如果志明这边进六条，他七条也是会下。不过他停牌了吧？嗯、停牌了。25万，他不会打了，李谦不会打了。不会打。搂掐，三六条，一二三，三条一张嘛，六条一张各一。OK， 男女朋友，美如也停牌了，六九饼啊，哦，七条，哇塞，真的有差了啦。有差了，有差了，有。对碰对溜呢，哦，差多差多。还算对啊。转三六九啊，他应该七条应该不需要打啦，不需要这么样的。四万打下去也是安全。七条现在变安全的啦，也没差啦，看他怎么选，三个洞吧。对啊，还是选三头，还是选三头顺的。各一张的三六条。杠上。啊你！这边。哇！恭喜宪大哥进入我们今天第一场 highlight 啊！一样自摸啦！哇！宪大哥回来之后，魁博赶快呢！哎、欸，还多了杠上哦！直接拉一万分，八台啊、哦！八台拉了一万分。